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受持三规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52页，第四行，课题：往生果德。分三课。第一，临终佛性。请看经文。此等众生，灵寿终时，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。这临终佛现了，语言成熟了，见到佛来接引。请看注解。临寿终时，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。这一段经文正是四十八愿第二十愿，临终戒淫愿的成就。弥陀愿海，所会真实之力。经文说得很清楚，具足上品的条件，在临命终的时候见到佛来接引，这是这部经上所说的三种利益，三种真实。真实之气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力，三种真实都在这个经典里面出现，这是无比殊胜稀有，称赞净土经。玄奘大师翻译的，就是小本的《阿弥陀经》。
有这样一段经文：是善男子，或善女人，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，于其无量声闻弟子，菩萨众聚，前后围绕，来住其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啊，积舍命喜，随佛众会，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。玄奘大师这个地方翻的比鸠摩罗什大师翻的容易懂。啊，这里翻的是临命终的时候，无量寿佛跟他无量的声闻弟子、菩萨众聚，说明有阿罗汉，有菩萨，人数很多。啊，前后围绕啊，来住其前。啊，都到啊，往生这个人的面前。啊，往生这个人得到佛菩萨慈悲加佑，加是加持保佑，令心不乱。小本弥陀经翻的是业心不乱。啊，有人看到业心不乱了，他很恐怖，为什么呢？一心不乱，他没有做到。那这个地方讲呢，慈悲加佑啊，令心不乱，这就好懂了。啊，平常要念佛，要认真念。啊，念佛的时候，一定要万缘放下。啊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临终容易得心。佛来接引，一定是佛光先照到你。佛光助照的时候，就是加持，把你的功力提升。你本来的功夫只达到成片，没有达到一心。一心我们很不容易做到。啊，理一心是明心见性，事一心是见思烦恼断了。功夫等于阿罗汉，这都不是凡人可以做到的。啊，凡夫能做到的，在临终的时候，希望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就是心里头，这个时候只有佛号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放下了，叫成片。啊，能做到功夫成片，往生的时候佛光一照，提升就到四依心不乱。啊，佛力加持把你功夫提升。如果你是念到四依心不乱，临终的时候佛光助照啊，就变成离依心不乱。佛光的加持，
威神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往生的人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确实无比殊胜庄严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威力，在这个时候非常明显地体会到，如果我们平时念佛也能多念到功夫成片，我们自己往生的信心就十足。啊，这种坚固坚定的信心也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我们明显的感受到。啊，当然法喜充满。啊，会帮助我们对这个地这个世界彻底放下。那么经中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是为净宗之心髓。啊，念老注解里头对这一句经文特别给我们加以解释。啊，这是净土宗最重要的开始。应佛力的加辟，行人心识不暖。啊，一心不乱呢才出现。于是身念相续变得旺盛，这个身念都做到了不乱啊，故称净土为果教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不是国教啊，是修因正果啊，路很长很长啊。就大乘圆教来说，从初性位到实性位，实性圆满，这才是果教。这个实性非常不容易证得啊！初性位菩萨所断证的，跟小乘须陀洹相等。也就是说，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他断尽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啊！啊，断尽是什么样子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说了四句话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是初果所证的。我们是想想看，我们能做得到吗？
金刚经的前半部声闻缘觉所证，后半部是大乘实教菩萨所证的，也就是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啊。后面的境界高也有四句：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。前面是破相，破相比较容易，后面是破见，这就难了。见是什么？念头没有了，不执着相了，念头还有啊，到念头都没有了，那是理业心不乱。不着相的是事业心不乱啊。金刚经大家熟悉，我这样讲法了你容易体会。所以净宗不一样啊。净宗你看临命宗师得佛的加持，你就证得一心啊，生念相续你就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，这是真苦啊。证什么苦呢？阿惟越致，阿惟越致别教实地初地，圆教初住，生十宝庄严土啊。极乐世界有四土之名啊，我们说四土三杯九品啊。没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跟你讲这些，到极乐世界之后呢，四徒三辈九品之名没了，那为什么呢？那个世界是平等的法界，这个是阿弥陀佛无与伦比的智慧与方法啊。他在因地参访诸佛刹土，看到诸佛刹土里面的不平等，引发修行人许许多多的烦恼啊。所以他发心要建立一个世界，建立一个道场，这个道场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啊。你看你往生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啊，第一个平等你就看到了，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。阿弥陀佛慈母真金色身，你也是的。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，你也有。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毫，你也去做。每一个毫放八万四千光明，你也一样。
光中还有无量化佛菩萨在讲经教学，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十报土的境界，这个身是佛的报身啊，啊，居住的是报土啊，啊，报土是发性土，报身是发性身，不是我们这个身，我们这种肉身，阿赖耶的相分，有生有灭，我们起心动念。这个心啊，是阿赖耶的第七摩那第六意识妄心，也是生灭心。居住的环境啊，是阿赖耶的相分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阿赖耶没有了。圆圆满满的转舍成智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什么时候转的呢？就是我们从此地往生，坐上莲花啊，这个莲花开了，我们坐在莲台上，莲花合起来啊，阿弥陀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的身心产生了无比殊胜的变化啊！阿赖耶的见相两分居然变成了法性身跟法性土，所以在莲池里头花开见佛啊，花开见佛，你的身相跟佛完全相同啊，那么你看极乐世界所有的人通通是这个身相平等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看分别执着心自自然然连根都拔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不让你有分别心，不让你有执着的念头，啊，心地清净，功德智慧圆满。不是修其他法门啊，往生菩萨的阶梯不是这样的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修行要通过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，才能够超越十法界，升到十宝土。这个时间长啊，啊，很辛苦啊，一级一级的往上攀升。啊，极乐世界没那么麻烦。我们这个地方一断气，那你就到了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说得清楚，
玄奘大师翻的《阿弥陀经》啊，是因为佛力加持，啊，念佛的人一心不乱，身念相续，他就往生了。啊，这个法门是他力法门，不是靠自己力量，完全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是一心道啊。对谁说义呢？真正相信的人是一心道，你要不相信就没分了，要相信真难了，凭什么相信？啊，凭智慧的决策，这是真实智慧。相信佛菩萨，决定没有妄语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？这个信心要用事实来表现。啊，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真的放下了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身心世界，一切放下，表示我们信心，这才具足啊。我们对这个地方还放不下，还有留念，这就是信心不足。啊，决定没有留念。前面讲的条件，最重要的条件，信愿持名。欧耶大师说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信愿就是发菩提心，我真信，我真愿意往生。啊，持名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这就决定得生了。啊，这是真正一心道啊，是普被万类之慈航，均在是也。啊，普是普遍，万类是一切众生。啊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。啊，十方世界，过去未来，全在其中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啊，问题总在心愿。一定要真心啊，真心你得大利，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把净土介绍给我，啊，他知道我很难相信，
啊，居然劝我，就试一试嘛。古往今来，些祖师大德，论德行，我们比不上；论学问，比不上；论修持，比不上。他们都能相信。啊，我们也信一次试试看。啊，说出这样话来劝我，我很感恩，我还是没有接受。所以经上讲男性之法了，我完全能体会得到啊。啊，老师对我真好，爱护我。啊，禅云法师劝我信，我没接受。啊，劝我学《弥陀经》三大部，三种注解。啊，就是莲池大师的疏钞，藕益大师的要解。优希大师的圆中钞，啊，我把它读过一遍，啊，禅公要我把他们的窟判用表解的方式画出来，把经文写在下面做窟会。啊，我对于佛经的科判认识从那里开始，画出来之后我都感到惊讶，不画出来不晓得，画出来之后知道他们的文章章法结构如是的经验。啊，从这个经验的结构里面就看到他思想体系。不是世间一般典籍能做得到的呀。大经如华严。啊，大论像大智度论，古人都把这个窟判画出来，那是一本书啊。啊，窟判是解释经的，一看经全明了了。啊，这些书抄是解释科判的，那科判就是经文的大意。啊，像这个五句经文，科判是临终佛性，啊，上辈往生的人临终佛性。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普悲群集，这万类的慈航，啊，均在是也，啊，就在这一句经文当中显示出来了。经云下辈者，临终梦见彼佛。也得往生。啊，佛来了没有？来了。啊，他见到了，
见到方佛是在梦中，啊，不是真的做梦，啊，如同梦中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上辈往生见到佛，带着这么多的菩萨阿罗汉，现在你面前显然不是梦中。但是这个境界别人看不见，啊，往生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啊，还能说出自己熟悉的、认识的这些菩萨，能叫得出名字。啊，最明显的是观世音大士之。啊，那么还有往生的同参道友。啊，在生的时候很好的念佛的朋友，他们先走了，你往生的时候他也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。啊，慧圆大师往生，连摄心往生的人，他一个个的名字都叫得出来。哎，他们都在。啊，圆工有这个境界，我们相信上辈往生的人肯定有这个境界。啊，你的同参道友哪有不跟佛来接引的道理？啊，他们不是没有能力，有这能力。啊，凡是来接引，全是化身。啊，佛与菩萨，他们的本身、真身没动，在极乐世界。依旧在阿弥陀佛讲堂，讲经听经没中断的。啊，我们往生的缘成熟了，佛、菩萨、大众都是分身，啊，能分无量无边身的，同时接引无量无边往生的人。这心更深些不可思议之他理。啊，在我们临命终时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啊。啊，这是临终佛现。再看下面一段，随佛化身。经文，亲须臾前，其随彼佛往生其国，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。七宝花中自然。此云自然化身者，表非胎卵石化四身中的化身。胎卵石化了，是我们这个世界。那极乐世界的化身跟我们这边胎卵石化的化身不一样。
那怎么样呢？非化而言化了，非化而化。应该怎么说法呢？应该说分身。啊，说化身也行。我们这个世界化身，无中生有。啊，四种生态里头的化身。啊，天人化身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分身的化身。啊，他有能力现应化身。啊，应化有缘，缘是众生，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。啊，众生希望戒淫的是什么样的身，他就现什么样身。啊，于是我们先前供佛啊，最好常常供啊一尊佛像，天天看到这一尊佛像，印象非常深刻。啊，到我们往生的时候，佛现什么像呢？就跟我们供的佛像一样。你看，我天天拜你，啊，天天看你，终于你来了，多欢喜啊！如果他现这个佛像跟我供的不一样，那我还问呢，你是真的是假的？啊，这一问呢，缘就没有了。所以供佛像不要供的太多。啊，太多的时候，到时候真的不知道哪一个像是真的，哪个像是假的。啊，现在照相很普遍了。我们供的佛像，离开家旅行的时候，我们把它照成照片，我就供照片，到哪里都看到这个像。啊，这个好。啊，佛是随心应量。啊，佛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所现的相的时候，完全是众生心相生。啊，那个报身的相，我们想不出来。啊，就连我们这个世界，古印度人啊，所称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观想，相太细了。啊，平常看佛像叫观相念佛，让这个相啊在心里头有印象，啊，有深刻的印象。时时刻刻会想起，会想到这个相。啊，供相一定要供你很喜欢的。啊，印象就会深。啊，它会起作用。所以它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太阳能化石的
这个化身。如法华文具云，法华云具文具是智者大师造的，啊，就是智者大师的《法华经》的注解，啊，它称文具，银胎经，啊，胎经就是菩萨出胎经。啊，里面有一段话说：“莲花生者，非胎卵实化之化也，非化而言化，又非涅盘经所谓之实生。”啊，比经云，安罗树女等因树花而生，名为实生。盖秽土草木常有实气，安罗树女等托此实气而生，乃名实生。那么我们这个世界有胎卵石化啊，凭着这个石器有一些小的动物啊，小的小虫爬虫能够飞的小虫啊，有石生。那么经上讲到啊，安罗树女啊，这是人名。我们参考资料第十八页有啊，比女由安罗婆树而生，所以叫她做安罗女。为摩切陀国频婆沙罗王之妃啊，生其婆啊，生个太子，后归佛，奉缘于佛啊。晚年的时候遇到释迦牟尼佛啊，皈依三宝，以佛为师，奉缘他有一个化缘供养释迦牟尼佛，佛接受了，以为住所。那么经上呢有这么一段故事啊，我们在斯里兰卡现在建佛教大学这个地方好像是释佛陀第三次，佛陀到斯里兰卡曾经去过三次，第三次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讲经，当时的国王就把这块土地供养世尊啊，世尊也接受了，所以现在斯里兰卡这块土地主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啊，是斯里兰卡历史上有记载，这个不是假的啊，土地不算太大，16 acre啊，6636
和中国96摩地啊，一个阴谋啊是六个中国摩啊，16个和中国96摩啊。那么现在这个大学就建在这个地方啊，非常有意义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，智德自在啊，智慧勇猛啊，神通自在啊，智慧勇猛，为智慧明了锐利，能破烦恼，骄慢贼群，故曰勇猛啊！啊，如《智度论》云：“智慧见经历，破骄慢诸贼。”啊，那么这是比喻。智慧见，参考资料在第19页。啊，智慧能害烦恼之罪，故辟一见。啊，正一阿含经第39卷说，人开三昧功，人是仁慈啊，仁慈好像是铠甲啊，披在身上，啊，这是防御。敌人的刀枪啊，防御敌人的啊，三昧呢，好比说弓啊，比喻作弓，手持智慧剑的啊，跟谁打仗呢？跟烦恼。把烦恼比喻作贼，啊，复业为兵众，尽当坏如军，把烦恼军打败啊，啊，菩萨有这个本事，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常常受烦恼的伤害啊，应当要学菩萨啊。那么第一个要有仁爱的心，仁慈啊，三昧是禅定，有仁慈，有定力，有智慧，有福报啊，烦恼就不能伤害你了。《智度论》第十卷也说啊，《大智度论》有100卷，第十卷里头有这四句话：人开心坚固啊，忍辱精进，功力强，智慧见经历
破骄慢住罪。啊，住罪就是贪嗔痴慢疑。这五种是根本烦恼啊。六道众生，因为这五种烦恼，不能证得无上菩提。啊，因为这五种烦恼，感得了六道轮回，不能处理。啊，所以要修定慧。啊，有定能出欲界，有慧能出色界跟无色界，就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定慧是修行的枢纽。那我们定慧修不成呢？想修啊！啊，修不成的原因就是这些烦恼的干扰。啊，这些烦恼你不能放下，你定慧不能成就。啊，首先要远离，定慧成就就不怕了。还烦恼啊，干扰不到你了。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佛菩萨。啊，佛菩萨，他要帮助众生，要帮助众生，就不能离开众生。啊，众生有这些烦恼习气，菩萨没有。菩萨有戒、有定、有慧。菩萨有六波罗蜜。啊，菩萨有戒律。菩萨有四摄法，菩萨有普贤十愿，所以菩萨度众生而不受烦恼的干扰。啊，菩萨虽然跟一切众生接触，菩萨心里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。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了。所以宗门大德常说，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戒定慧的功德。啊，最明显的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，善财童子53参，
五十三位善知识，出家的很少，在家的很多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啊，这一些修行人不染着，啊，那换句话说，他们把佛法完全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啊，各行各业全是佛法，啊，斯里兰卡界这个小国家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那不就是五十三参的善知识吗？啊，善财去参学，啊，一个一个去访问，值得其利呀，不受其害呀，成就自己圆满的厚德智，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，啊，根本智是般若无智，啊，那是根本智。厚德智是无所不知，他通通经历过了，啊，通通学过了，真实智慧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阿弥陀佛在自在王如来大会当中，他真的根本智啊，然后他的老师自在王如来啊，叫他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访，那就是五十三参。成就他圆满的厚德智，啊，他的参学跟一般菩萨的参学不一样，他参学的对象是十方如来，所以他的成就也不一样，他能成就极乐世界。那我们从方方面面来看了，来观察了，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？为什么那么殊胜，那么庄严？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这些都帮助我们坚定信心，长扬愿心。啊，他能够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啊，建立殊胜庄严的修学道场，啊，极乐世界是个平等世界，大道场，啊，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上帝。没有大臣，如果要有早就会介绍了，极乐世界国王是谁？没有，没听说过啊，没有国王大臣的，也就是没有政治组织
十方世界往生的人可多了。啊，中国讲人把它分为四大类，四农工商。极乐世界没听说四农工商。啊，佛为我们介绍，好像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学生。菩萨是学生的。啊，拿到菩萨学位的学生，啊，拿到阿罗汉学位的学生，声闻，声闻是阿罗汉，所以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老师跟学生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个学校啊，真的一点都不错，它是个学校啊，非常非常大的学校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边际，中国古人所说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啊，用这两句话来观察极乐世界，那完全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，人人都觉悟。啊，人人之心清净平等就啊，凭清净平等就是修因呐、啊，果报呢？我们今题上半段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果报啊，大乘是智慧圆满，无量寿是福德圆满，庄严是相好圆满。啊，十方世界无与能比的，没法子跟他相比啊。啊，这些太好了。显示阿弥陀佛的慈悲啊，四十八愿有一愿，设方佛坛赞叹，他有这一愿，这一愿是什么呢？是希望设方祝福。介绍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学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赞叹，说出无量寿经，说出观无量寿佛经，跟阿弥陀经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赞叹。那我们知道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。有很多经他没有讲的，像世尊一样，但是这三部经是必讲的。啊，一切诸佛说经决定有这三部经。啊，这个三部经，诸佛讲这个三部经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设方佛赞这一愿的具体落实，啊，佛也赞叹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我们晓得有这么一个地方，
而且很容易修成。啊，真正相信的人有福有智慧呀。啊，对他怀疑的人那就没法子了，他去不了啊，去不了等下一次机会啊，机会很多，慢慢等啊，什么时候你相信了，什么时候你就成佛了真信真愿，一心念佛就能往生。啊，如果遇到灾难，这个时候你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佛就会现前，你马上见到了，你就能往生。啊，所以人怕灾难呢，念佛的人不怕，念佛的人欢喜。那为什么早一天往生？不到这个时候，你那个心发不出来；到这个时候，心发出来了。为什么？走投无路了。哎，只有这条路走得通，往极乐世界去。这个路平平安安，稳稳当当，佛来接引。大家要好好记住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人带着人生必定有死亡的一天，这一天怎么办？啊，这一天要幸运持名。我来生不搞轮回了，我要去极乐世界了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真正有福报的人，听到这个法门之后，马上就下定决心。那世间事慢慢地放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半信半疑的人，慢慢地放。啊，真正相信的人立刻就放下了，不会拖泥带水啊。啊，就等着佛来接引往生啊！啊，佛还没来。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呢，你寿命还没到。啊，你还有寿命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你还有使命。啊，你还没做圆满。那如果不是这两种原因，想去就去了。这法门的殊胜，确实无法可比。下面有引用维摩经上的话，啊，维摩经云：“以智慧剑破烦恼罪。”啊，都是用这个战斗做比喻。啊，智慧是武器。啊，有智慧，烦恼就没有了。烦恼不是真的，烦恼从哪来？从妄念来的。没有妄想就没有烦恼。啊，有妄想才会有烦恼。又心地关切，
经上说，法宝犹如智慧利剑，各断生死，利息福果。啊，这心地观经上说，也是从比喻说，法宝就是经典。世尊入般涅槃，离开我们了，留下来的是经典。经典里面记载的是如来的智慧。啊，我们天天读经典，听经典，学习经典，啊，要是真正学习，那这个见就起作用了，啊，智慧就起作用了。为什么呢？能断生死，生死是苦。啊，烦恼的果报，烦恼是因，啊，系利系缚，系缚是烦恼，啊，生死是烦恼的果报，通通舍弃了。智慧能断烦恼，智慧能了生死。啊，生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常讲到，学佛的人第一桩大事要明了，那就是人没有生死。那生死呢？身有生死，我没有生死。如果我有生死，我死了，谁去投胎呀？谁去往生啊？谁去做佛了？这问题不都来了吗？啊，所以要知道，身有生死，我没有生死。啊，那真正学佛的人不怕死，没有生死啊。啊，如果不出轮回，你这一生没有什么大善大恶啊，很快呀，你就又到人间来了啊，因为你要做大有善，善到天道去了，有恶，恶到三途去了，你没有什么大善大恶，肯定在人道。啊，我们看过一些外国人的报告，催眠的报告。啊，用催眠术，让这个人在催眠当中，他能够回到过去。啊，过去一世，过去两世，过去三世。啊，我曾经看他一个报告。啊，过去好像一百多世，啊，时间三千年前，啊，说出那个时代，啊，他是什么身份，啊，住在什么地方，做些什么工作，啊，生活状况。都能说得出来，啊，一时一时啊，啊，都是做人，那就是没有什么大善大恶，啊，那么也有一些人，过去世是畜生道。
做过很长的时间做出师。啊，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啊，那么在最近这些年，有附体的，跟催眠的状况类似，啊，也能够说出过去生中的状况。还说着，现在周边这些认识的人，过去生中都有缘分，啊，这是谚语里面所说的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啊，冤家未必是冤仇。这个意思是很暧昧啊，今时跟你在一起的过去是都有缘，没有缘遇不到啊。那么佛法对这桩事情说得很具体啊，人与人之间没有缘不认识，真的对面相逢不打招呼的陌生人的啊，看到我们笑一笑点点头都是有缘的啊，或者不高兴瞪你一眼啊，嫌你讨厌统统都是有缘的，这个缘很薄，也许一次以后不再见面啊，缘要很深呢就变成一家人了啊！香港南唐道光明讲堂，我在那边讲过经，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啊，寿老往生了，我以前住在那个地方讲经啊，住持当家都不在了啊，这个讲堂上有一副对联，寿野老和尚写的啊，上联写的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，冤冤相报，下联写的呢，儿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啊！我还记得这两副这一对对联啊，我在那边讲经，1977年，30多年前啊，有人告诉我这对联现在还在。这是佛经上说的，一点都没错啊！啊，学佛了，明白了，我们的心态就改变了。如何把这些善缘恶缘统统变成法缘？这个好事啊！啊，冤缘都化解了，变成法缘。应该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教学，以身作则啊，身行言教就会产生效果啊。我们把伦理、把道德、因果做出来啊，让我的这些父母、夫妻、儿女、兄弟姐妹、
亲戚、邻居，这都是有缘人啊，天天见面，常常打招呼，去感化他们。住在这个地方的三年，住三年，我们这个附近的人都变成好人。你在这个地方没有白住啊，不能不理会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四摄法。四摄法常常送礼啊，尤其是吃的东西。啊，送邻居啊，先靠近的邻居先送他们，慢慢距离就拉远啊。三年这个纯真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人跟人见面会笑了，会打招呼了啊。以前人见面不打招呼啊，问都不问一声，现在老远见面打招呼。我们先做带头做，啊，我们设方到这边来的同修都带着礼物送我，我们吃不完了啊，这些东西又不能留，马上就送人啊，送这些邻居啊。所以现在这些邻居见到我们都很有礼貌啊。再熟一点呢，我们就想办活动啊。我的想法，每个月我们大家聚一聚，办一个庆生会，庆祝生日啊，在这个月出生的人，首先我们替他祝福啊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餐饭啊，聚会，这个方法好。啊，我在澳洲建了个小道场，金宗学院，在图文巴，今年11年了。啊，我们开幕那一天，正式发请帖，邀请我们最近的两条街的这个居民啊，两条街啊，大概有几十家靠近我们住的啊，向他们做报告，由这个晚宴招待他们。啊，先做报告，说明我们这些人到此地来，啊，买了这个教堂，准备干些什么？啊，素菜接待他们吃了很欢喜。散会的时候，就有一些邻居告诉我：“你们这个活动啊，能不能多做几次？”啊，这就他们提出要求。我说那好啊，我们就定期每一个星期六的晚餐温馨晚宴免费招待，大家通通都可以都来。十年11年到现在没有中断过
啊，现在效果出来了，整个小城没有人不知道净土以后学院啊，而且呢群众都知道，都赞叹净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啊。今年没想到，是我们预期的，没想到真的心想事成啊。这个小城里十几个宗教被感动了，大家联手起来啊，我们宗教先互相学习啊，团结起来，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一个世界上头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。五月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做了一个报告，做得很成功，很精彩。啊，11年的把这个小城团结起来。啊，人与人见面的都能打招呼，都很和睦。啊，特别是我们净宗学院穿这样的衣服出门，每个人都给你打招呼。啊，连布里斯班机场海关都知道。啊，你们到这个澳洲去旅行，到净宗学会，他们都知道。啊，在我在这个图文巴这个城市，啊，你不知道学会在哪里，随便问哪个人都知道，都会告诉你怎么走法。啊，我们在澳洲10年，别的成绩没有，这个成绩可以值得一提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爱别人，人家爱我们，我们用真心去感动他。啊，无私，不希望报酬的，啊，这种布施供养应该要做啊，他们会对我们有很好的印象啊。这个城市原来是澳洲基督教的城市，没有其他宗教进去啊，我们佛教进去了啊，现在这个里面不少啊，原本是犹太教、基督教天主教啊，现在里面是有拜火教还有巴哈伊教啊，土著的宗教一共有17个单位啊，一年总有几次宗教活动啊，宗教团结的活动啊，过去宗教不往来的，现在宗教常常聚会在一起。
啊，每个人都向往，希望我们这个城市多彩多姿，啊，生活在这里面都非常快乐，啊，我们的希望，啊，是每个宗教带头，啊，图文巴的居民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啊，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。啊，说明不同宗教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文化可以在一起和睦相处，不会冲突的。啊，做得很成功。下面经文有一句“神通自在”，啊，神通无碍也，如镜也，能于掌中。持一切世界等也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啊，佛菩萨确实有这个能力，在手掌心里头将整个宇宙放在手心上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因为整个世界可以浓缩成一点，啊，也许这一点，科学家所说的这一点一爆炸，宇宙就现前。佛法说不要爆炸，它自然现前，啊，不是爆炸而现前的，啊，本来就是，啊，一微尘里面有圆满的宇宙，啊，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“其大无外”。其小无内，微尘里头有圆满的世界。华严经上说的，啊，什么人能进去呢？普贤菩萨常常进去，啊，进到微尘世界里面去供佛，去闻法，去度众生。微尘世界不小，这个大世界呢，大世界也不大，所以大小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大小是个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，事实没有大小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大小就是没有空间。没有先后，就是没有时间，空间、时间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这是佛经里面的科学。啊，佛经里头确确实实有圆满的科学，圆满的哲学。啊，我不说是最高的，圆满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世间科学哲学没有办法超越佛经，因为它是圆满的。啊，所发现的佛经上全有。啊，现代的科学家
慢慢的重视这个问题了。啊，古人没有这个仪器，啊，没有这些精密仪器，啊，没有这些科学的概念，啊，特别是数学的概念、物理学的概念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而且知道的这么详细，比科学报告还要详细。什么原因？科学家没法子解释，于是乎他们想到，人可能有一种本能，啊，这个本能知道，现在这些人呢，我们把本能丧失掉了，这个说法跟佛的说法接近。啊，确实是有本能。啊，本能什么呢？真心、自信。你要是用真心、用自信，你什么都知道。要不要学呢？不需要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所学的是世间法，出世间法没人教他，他从哪里得来的？从禅定得来的。啊，印度一些宗教，他们修禅定，止于非想非非想天，就是四禅八定，啊，定的级别，啊，有八个层次，他到第八，他就不再上去了，啊，误以为第八定是大般涅槃。啊，再上去没有东西了。那么佛从第八定再向上突破，境界现前。啊，不是六道，第八定直到六道，第八定上去，六道没有。啊，看到四圣法界，啊，四圣法界也不是究竟，啊，再向上提升，啊，往更深的禅定里面去切入，一直达到自信，就见性，见性了。见到自性本定，啊，慧能大师开悟，告诉我们：何其自性本无动摇。那到本无动摇的时候，这就是自性本定，这才到头了，再没有了。啊，那么佛的定功就到这里。看到什么？看到一切法全是自性变现的，所以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！宇宙从哪来的？现在科学没找到啊，佛经上有啊。那慧能大师讲的这么清楚啊，自性生。自信是能生，整个宇宙是所生。啊，自信
没大小，所以宇宙也没大小。啊，在小微尘里头有自性，那么微尘里头就有世界。啊，大乘经教里讲这个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啊。佛讲清楚讲明白了，要求你证得，你要不能证得，你是天说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你要证得了呢，那是你自己境界，自己境界你得受用啊，不是自己境界你自己得不到受用啊。啊，科学所证的是用仪器，是用数学数理，他不得受用。啊，佛菩萨是用禅定的功夫，就是用清净心，清净到基础，啊，平等到基础，它有作用。啊，这个作用是什么？它跟整个宇宙融成一体，这个作用可大。啊，跟宇宙融成一体，就是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。这一体是什么？叫常寂光。啊，换一句话，身变成光了，心也变成光了。啊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德能相好，通通变成光。啊，叫常寂光，常是永恒不灭的，啊，不生不灭，永远不会变异的，不会起变化的，啊，这叫常，啊，即是清净即灭，里面没有一切污染，什么污染都没有，啊，清净即灭，啊，光，光明遍照。啊，所以他知道啊，他照见的。啊，智慧光照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啊，德能相好也是自性本自具足的，遇到缘他就现，没有缘他不现，不现不能说他没有，现不能说他有。啊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所以经上说的这句话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我相信科学不断地向前去推进，会有一天证明佛在经上讲这句话是真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来问一句，啊，我们这个大楼下面有一个房间叫四库馆，里面放的是一套四库全书，一部四库会要，那我要问你，这一部四库全书跟会要，你能不能放在手掌上？不能的，这怎么方法？那么大的东西，啊，现在已经有人把四库全书放在晶体上，晶片
那他送给我一套，就放在手掌上。好像有十几片，小小片，十几片。你插在电脑里面，你就看见一部《四库全书》啊，很轻啊，在手掌心里头。这个我们要是跟古人讲的话，一部《四库全书》可以拿在手上，没人相信，你说疯话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我们相信科技还会进步，现在十几片，将来大概一片就可以了。一片就容纳整个四库全书。那从这个你来推，佛法跟你讲的也是就是一个小片子，比这个镜面还小，肉眼看不见，意味着里面藏的什么？整个宇宙。整个宇宙信息就在那一点里头。谁知道？普贤菩萨知道。普贤菩萨有能力，就在这个里头，不要到远处去，就在这一点里面观察全宇宙。全宇宙里面所有一切众生。他一清二楚。不但知道你先前，知道你过去，知道你未来，通通在里头。佛法是高等科学，领先科学。我们盼望科学能走到这一步。科学、哲学跟佛法融成一体了。我记得好像爱因斯坦当年在世提过，他说宗教跟科学最接近的是佛教。现在越来越接近，量子力学非常接近。这样微观世界，微观搞明白了，宏观也就清楚了。所以这个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是事实，我们能相信。人家送我一套《四库全书》的晶体晶片，我拿了一看，叹为观止，放在电脑里头，文字就显出来，一部《四库全书》那么大，可这个什么，这得有电才行啊，没有电就不行了。可见的宇宙千变万化了，总在于语言不同的语言呢。古人没有遇到今天科学的语言，他怎么会懂的？佛经上的话，他怎么会相信？我们感到奇怪呀。我们今天能相信，是因为科学报告。我们对经上的话没有问题，能相信，能体会到。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这就是
人家比我们高明，我们没有法子理解，他的心比我们清净，他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妄念，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妄想，没有这么多的欲望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心比我们灵，啊，感应比我们敏锐，他能感应到，他能体会到，啊，我们今天还要靠科学帮忙。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，那我们真正要想跟佛菩萨一样的通达明了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！你要想真正明了到极乐世界，个个都是一流的科学家，神通广大了啊！旅行别坐车走路多麻烦了，念头一动，那个身体就到了。啊，这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啊，有能力，啊，遍到全宇宙，这就是分身、化身。啊，常寂光，遍照。变照就变到，都能到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